板娘在忙吗？哎，老板娘，早上好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在忙吗？哦，对，还好，现在还没开始上人呢啊。哎、这个淮北这小吃比较出名的面皮，还有一个汤面是吧？嗯，也有板面吧。汤面里面放什么？菜锅肉、牛肉都有的啊、嗯。放，你看着放，搞要顶配的。好，那给你弄一个中碗吧。行，中碗。好。量不用多，干个顶配的。好。看看有啥。那好，稍等一下啊。行。嗯。你这几点钟开始？早上6点到中午2点之间都可以。葱花羊肉都早点，你也能吃辣对吧？少放一点。看来你不太能吃辣。好嘞。哎，那个烫是什么热羊油烫吗？啊？也有羊油，也有素油的。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口味都能吃的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啊、嗯，我大部分还是都要羊油的多。再给你整份菜锅肉的。麻的好丫头哈。这是啥肉啊？大骨头采的，你看啊，我们那送的骨头，哦、看到吗？哦，对，都是新鲜的，啊、大骨头，新家送的，对，那都是新鲜的，对。新鲜骨头。是的。鸡骨肉。麻的话，丫头啊。这是属于。啊、嗯。这属于。这属于烫面，啊、对、啊。这是面，这样的面啊。对。啊，这底下跟米粉一样啊。嗯，不，也差不多吧。长得像，其实是。对，是面做的，嗯。哇。给你整个搞味的。你看。马上给你儿子付了啊！对，我想再加个荷包蛋啊！哦，今天来个顶配高配的，给，好，溏心脑哈，这是人们最喜欢吃的。哎，这一碗是多少的？这个是16加上起23，我送你块豆子尝尝，好吧？行啊，对，尝尝。对，这是牛肉、柴火肉都有的哈。行。嗯，这需要我直接吃都可以，不用张啥了吧？什么都不要张了。不用张了啊？对。小锅煮的筷子可以吗？好，行，好，可以。看这烫面啊，第一眼一开始看我以为是米粉呢，其实是面啊。这牛肉，鸡骨肉，还有这个什么荷包蛋，加点醋吧，应该是醋。淮北的名小吃啊，烫面啊。非常好，嗯，我感觉还是跟米粉一样，辣椒有点小辣，但是很香啊，那香，你香的很过瘾一样啊，那种很想吃的那种香啊。荷包蛋，这是干牛肉，这骨头，鸡骨肉。好像21、29忘了这碗啊。哇，这个辣椒油太好了，虽然辣一点点啊，不是很辣啊，很香知道吧？很钻心，那种很想，你就很想吃下一口，很想吃下一口那种感觉。干完了这碗，这么多面，牛肉、鸡骨肉、荷包蛋全部干完啊，它这个汤啊。你喝一口之后，很想迫不及待的来下一口，它就是这种感觉啊。所以说它熬的这个骨头，熬的这个汤啊，大骨头，非常让你入味钻心啊。再加上点特制的辣椒，跟羊油一起配的点那个大辣椒又香，稍微的微辣，不是很辣那辣椒，很香，知道吧？香的你也是就是喝了一口之后还想喝下一口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今天这个全部吃完了啊。这也是我也是好久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了啊！你看这生意一直在排队啊，这一直这也是在等啊，带小孩在等，你看这不断这人啊，要的什么？你们要的面啊，要的粉啊，要什么？馄饨啊，还有剔骨肉，馄饨还有啊，牛肉都可以加，荷包蛋，荷包蛋怎么做的啊？看这手势，看这手势。荷包蛋啊，做荷包蛋来了，行云流水一般啊，就给打出花来了啊！这荷包蛋在你手里成变成花了。我张去你家吗？你张，你要我带你打一个啊？哎，谢谢我呀。老板娘，你做了几年了？你做这个早餐？20多年了。怪不得你看这手势啊。20多年了，我家孩子一直做干的，现在孩子都20多了，23多。对。
啊、哦，那时候你很小的时候还没结婚时候都有了，这里是吧？你看还在排队里面啊，盛发小吃啊，美就美在这个汤上，还有啊这个面上啊，你喝一口汤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还想喝下一口那种，迫不及待的那种啊，就这样的小胡同啊，兄弟们啊，就这样小胡同里面，啊，前面那是大路啊，说好小吃啊什么的。都在这小胡同里面啊，小巷子，这都是打包的啊，打包回去那还能回去啊，中午吃的，再热一下吗？啊，对，他这个汤跟这个米线，这个汤面咱分开的。哦，分开了，没搅和在一起。对对对，嗯，搁到晚上都关。对，好，慢走啊。把你看这小学生嘛都过来吃了啊。美女要的这是叫什么米线啊？对，米线。剔骨肉米线，还有加荷包蛋啊。对，我从小就吃他们家米线。哦，那是，这个老板娘好久了，说二十多年做了啊。嗯。再加，哇，加这么多辣子，厉害厉害。很，它这辣椒不光是辣的问题，它香，是吧？对。它很香啊。放点小香醋。辣椒醋。嗯，这是米线，所以啊。大醋大辣椒，必须这样搭配啊，真过瘾这个啊！兄弟们，一到淮北来一定要吃这家啊，盛发小吃这个老板娘这里这个烫面吧，外地来过来吃烫面吧，就不要吃这个米线了，吃烫面。还有面皮，我不知道他这边面皮是什么做的啊？面皮没有，面皮是糖还是炒的还是卷的？面皮是拌的。拌的。啊，就跟那板凉皮儿一样是吧？对，有拌的。那还是就吃这个，还是吃烫面吧。烫面有烫面的味，面皮是面皮的味。对，都要尝尝才好。对，面皮也好吃。面皮也好吃，面皮也是你淮北第一名吃啊，对吧？板面皮烫面。哦。鲅鱼。还有什么？鲅鱼。鲅鱼我都没听说过。面皮里面那地方就卖鲅鱼的。嗯，行，慢走啊，拜拜。你看这络绎不绝啊，客人络绎不绝，兄弟们。所以说到安徽淮北来，一定吃这个烫面啊。菜的话，我是搜索的话，应该是叫什么炭锅啊。今天可能拍不了炭锅了，因为我们时间赶，拍不了过程了，所以说就不吃炭锅了啊。必须要拍过程才行做的。美女，你这一碗是十几块的？十三，嗯，不加那个蛋十二，加了荷包蛋十三啊。哎呀，这队排的，我还好，我吃过了啊。行，我。老板娘，你看我来了有一个小时了，你一直都没停啊。哦，这个点是上来的时候。这才这几点了？九点了？八点了？九点吧，一直都没停啊。看这啊，淮海东路131号，双龙南新村啊，盛发小吃，定位这个都可以啊，盛发小吃。